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今晚来到了第四场，而在昨晚的演出中，现场粉丝们的歌唱实力也引起外界热议。据了解，当天在休息时间，制作团队贴心的在屏幕上放上了 IU 与任瑟庸的经典对唱曲《唠叨》的歌词，而现场粉丝们看到后也立刻清唱起来，甚至还自行分了男女部分。歌唱实力让 IU 忍不住大赞，你们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粉丝。观众按照性别分开部分合唱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荣耀，我可以到处炫耀了。重点是这首歌还是唠叨，你们都知道那首歌音调很高吧，这绝对是我这一生都可以拿来炫耀的事迹。而网友们在看到影片后也纷纷惊呼 IU 的粉丝们都是歌手吧，真的太厉害了。